大千世界无为主宰，大千世界无为主宰。大千世界，大千世界无为主宰。大千世界强者的传说从未消失，每隔数年便会有天才妖孽齐聚一方，进行一场适者生存的残酷历练。而这次角逐的地点就是传说中的零落。无耻之徒，既然我得不到你，就必须毁灭。心胸如此狭隘，你果然不如他。去死吧！姬玄，就凭你？洛尘，你这小子竟敢伤害洛离，我绝不饶你！竟敢伤害洛离，打！沐尘。就凭你们这般乌合之众，果然有些难。不过你认为仅此而已吗？原来你们早有埋伏。姬玄，你也不过如此。呀，什么？这说意难道是远古天狼鹰？一起出手，怒气值满时即可释放人物技能，现在就点击人物释放技能吧。灵音诀。可恶，今日之事，斩草驱除根。心狠手辣的小辈，尔等杀戮。好，不过修炼了要好好修炼。点击副本，进入章节地图，点击进入关卡地图，点击关卡开始战斗吧。这不是参加了零落的小牧歌吗？刘彻，你们西院的呦呦呦，我那就让我见识下牧兄。你放点击这里哦。身手不错。穆兄也不错。点击这里进入招募，选择一种招募品阶即可招募相应品质的人。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哇，点击队伍进入队伍，点击这里，点击这里让角色上阵吧。我一定会努力的。特定关卡，可奖励果然丰厚呢。
哼，也不知。大须弥魔柱。果然，你们找死！莫须，莫须言重了。今后不要。随。点击这里哦！点击这里哦！五件同品。点击这里哦。唐玉之刺，双修开启，双修开放，与灵犀进行双修，可以快速获得升级经验哦。试试吧，大千世界无为主宰。千世界无为主宰，大千世界无为主宰，好好修炼，不要落后哦。大千世界无为主宰，你得要好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你得要好好修炼，不要落后哦。我一定会努力的。
好多护林员，御灵术应该就在前面。大须弥魔柱，唐毅之刺，玄天琴音，这气息，这家伙，敌人实力太强了。等等，那独角龙棒，快看，正打起来了。就趁现在，快跑！那终于到，好好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大千世界，大千世界，无为主宰。